首先是来自嘉义市的消息，这是每年农历四月十二是金门夜盛红，也是金门地区同大的民俗庆典。包括两岸三地的盛红尊神信徒，有高达数千人来到金门共享盛举。特别是嘉义盛红庙的董事长叶关祖，是全国盛红庙的联谊会会长，所以金门县的县长特别亲自送贴到嘉义盛红庙，要邀请全台各地的盛红庙到金门来参加庆典。金门盛红庙这次到台湾送佛帖，奉请定年敬祖金门后埔西门里外埔庙韩王爷、大王、二王，顺领长老、神灵、锣鼓队、甲五方旗队，到嘉义盛红庙送佛帖。金门特殊冷桥会当正平倒平180度起冷，是甲其他所在无同款，嘛是上特殊的。这个做盛红庙，咱毕竟吼早就有发出去啊。有听到这这好的活动，宗教文化活动，啊，咱上庙嘛是在所不辞，一定爱吼，爱甲听少听，啊，互因金门的接触，搁较热闹，啊，因为因金门今年呢，拄拄啊因建馆啊100周年，啊，所以啊非常的有意义啦吼，啊，所以咱一只吼啊，我那。赛团吼，要过遐甲斗祝福，啊，予伊即次搁较盛况搁较闹热，啊，会当。金门县长亲自送佛帖邀请，由全国盛红庙联谊会叶关祖会长、嘉义市市长黄敏圭陪同，向嘉义盛红爷虔诚拜礼，祈求国泰民安、经济繁荣。送上佛帖，邀请盛红庙联谊会所属盛红庙，申请嘉义市民做伙到金门参加4月12日金门夜盛红。金门县政府表示，为了庆祝这民俗庆典，近年来也阁规划成大型的观光活动。金门夜盛红五岛宗教文化观光会活动将伫103年4月12日到5月12日盛大举行，活动长达1个月，来自两岸三地观光客甲人潮，会将一睹闽南民俗文化大汇演。啊，通通都把它布局，然后导入我们的行列。那更重要的是，这个活动它是一个闽南宗教文化的一个最精髓的活动。那特别是这几年来啊，我们受到这个台湾全国的城隍庙这个联谊会的大力的支持，每年都有20-30尊的这个城隍爷也都到金门来这个参与这个活动。同时呢，大陆这边啊也都有10几尊的。城隍庙也会一起过来，所以整个金门迎城隍呢，它现在变成是两岸三地的城隍爷在金门大会师，而且呢，两岸三地的义阵啊，民俗的义阵都在金门呢大眨眼，所以特别的啊，我们觉得这个文化的底蕴非常具有深厚的意义。最新新闻，蔡明东，嘉义市采访报道。